怎么会在你这儿？原来是你！没错，夏启峰的坟正是我派人去盗的，目的就是拿到这将军令。所以你根本没有线索，你一直在骗我！你居然现在才发现，真是那位那个姓曹的了，一再的提醒。 是你自己蠢，蠢不可及。夏灵啊，你说你好好生活在人界不好啊？为何非要来寒仙街与我争？你以为拿到这将军链就能掌控寒仙街？你做梦！我根本没有想过夺回寒仙街，我只是要找到我爸爸的遗物。够了！夏灵啊，夏灵啊，我真不愧是夏启峰的女儿。 骨子里跟他流着同样的血，同样的虚伪。你也不用再跟我演戏了。从今天起，这寒仙街只会也只能有一个镇魂将，那就是我，沈元清。不，宋文超。 早上睡过头了，不过看起来好像来的正是时候。姓沈的这条杂鱼，就让我来活动活动筋骨。等一下，我跟你一起。你还能打？我虽然召唤不出李轩辕，但盗我爸爸墓的人，我要亲手教训。 好，那就一起像从前一样。 不过人主，我输了，寒仙街是你的了。不，你说错了，寒仙街不属于任何一个人，也可以说，寒仙街属于生活在这条街的每一个人。